第二题，在下列实验器材中，哪一种不适合在该容器内进行容易的混合或配置？选项有试管、烧杯、量筒跟锥形瓶。上课的时候，老师强调过，量筒只有一种用途，就是来量液体的体积，在那里不可以加热，不可以配置药品，不可以发生化学反应。所以他问我们说，哪一种不适合该容器内进行容易的混合配置？我们答案要选的是 C， 量筒。量筒不适合在容器内进行容易的混合或配置。